这个函数 f of s 等于负十，是求 f of s 在 s 等于5的导数 ，limit s 趋近于5 s 减掉5分之 f of s 减掉 f of 5等于 limit s 趋近于5 s 减5分之负十减掉负十，所以等于 limit s 趋近于5 s 减5分之0等于0，所以它的导数等于0。